演员张馨予平时就喜欢在微博放美照给粉丝瞧瞧，特爱自拍的她同样的姿势可能就有好几张。今天7号，张馨予在微博自曝，她在一面镜子前拍了好几组照片，突然里头走出一个人，张馨予才恍然大悟，啊，原来这是一扇门呢。只是门面是会反射的材料，天兵的行径被网友们吐槽，想想都觉得尴尬。